大姐，大姐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总也没看见您了。您做完那个膝关节换关节怎么样啊？现在这都两年了，都两年了哈。哎，我看看您走路，我看看您走路。现在还疼吗？疼了，好极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贴个关节多好啊！哎呀，真好。大姐，我这是买菜去，碰见您了。我这不也是买菜去吗？啊，这些日子还在家有病了，感冒了，我伺候吧，也没睡好了。现在我身体有点虚，今天都看七天了，瘦了，我就买点牛肉补补自己。看我们天津老大姐就这样，自己瘦了还得补补哈。两年前我拍过咱们这位老大姐的视频，好几期了啊。其中有一期呢，就是老大姐那个置换咱们那个膝关节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个时候我看见老大姐走路真是的费劲呢，是吧？受罪，哎，那阵受罪。然后自个儿决定做了膝关节置换，好多网友都特别关心这姐姐。哎，膝关节置换以后现在怎么样？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哈，走路利索了，对，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现在特别利索，送孩子、接孩子嘛都能干了啊。天天自个儿买菜，要想自个儿那个一个人好好活着，病有病啊，早点治啊。老婆尤其老伴死要那么早，没人管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病啊就早点治呢，自个儿解决了，咱们挺好，省得受罪了吧自己。我视频拍过老大姐，讲了那个就是老伴怎么没有的那个过程都有啊。你看自己，哎。把这膝关节治好了以后，哎，就可以哪都去了，哪都去了，买菜了，伺候那些我们闺女，白眼都能干了。这家里给大伙干点事儿也挺好嘛。两年了，我这是遇上大姐了，我说赶快让大家，看看老大姐现在置换这个关节以后的状态，真好，特别好。现在有病赶紧治吧，别存着了。谁要腿不好，大年嘛赶紧换。哎，您像我这样似的，多活几年吧。就您当时置换的时候也考虑过吗？考虑过，也害怕，也害怕，都上都上好多日子，实在不行还是换呢，换了还是好，像不换怎么走啊？疼啊，眼睛天天疼啊，走不出来啊，这多好啊！那大概多长时间？对，俩月以后就都倍儿利索了。疼吗？还俩月？不疼了，嘛都没事了。两个月以后就不疼了。就疼就在一月之内，这一个半月之内吧，嘛都、以后就都好了，嘛也不影响了。那您换这个关节，自己花了多少钱？自己花了一共都算一块才花了50000多。都报完了，花了5500多，呵，真好、啊。我家给大夫花不了多少钱哦，我家管现在，今年还便宜，今年再花就花3000多了。哦，今年还便宜，今年照顾，才花了50000多还钱。哎，退了以后才花，自个儿就花了5500多，自己担负了5500多，呵，哎，我说现在这国家都耽误，就这事儿，赶紧有病快点做这腿吧，耽误倍儿多。现在哈，现在耽误比去年耽误还好还多，越来越好，越合适，是吧？对，花不了2000-3000呗，病治了多好啊！您看我老妈了嘛，膝盖就不好，可是她不敢坐去。我岁数大就别坐了。是吧？人说岁数大就没必要坐。就年轻要膝盖不好的。人说60到70啊可以坐，岁数大就别坐医院，倒也不想坐了。就年轻能坐。行，你看我们老大姐啊，虽然三言两语也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要年轻的话，如果膝关节确实受不了了，是吧？走不了路了，就赶紧上医院，赶紧去，别救火，这不是救事儿，是吧？做了份好嘛，不影响。你看老大姐这出来进去买菜做饭的，是吧？好的，嘛都干了，嘛都干了。我们老大姐多漂亮，嘛都能干，老是美女，真是美女，嘛都能干。现在行，您回去炖牛肉去吧，炖牛肉去。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，